抛开例题七，他说 A、B、C 是这个方程式的三个根，那么这个行列是应该多少？哦，首先哈、哦，三根哈、哦、之和 A 加 B 哈、哦，方程式根与系数的关系嘛，等于多少？等于负二，好、哦，然后呢 ，A、B 加 B、C。加 CA 哈，等于说正负正负，好，你多少呢？等于是那个三嘛，好，这是 a 分之 c， 好，这是 a 分之负 b 啊，它是 a 分之 c， 而且是 a 分之负 b， 好，然后 ABC 哈等于多少？等于负四。好，刚刚我们证明了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A 加 B 加 C， 啊乘以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，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AB 加 BC 加 CA， 把这个都是已知的，我把它带进去就知道。那现在问题是？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哈，这怎么办？这可以把它化成哈 a 加 b 加 c 的平方啊，它减掉两倍的 ab 加 bc 加 ca， 这样子。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 a 加 b 加 c 负二，负二平方减掉两倍的 ab 加 bc 加 ca， 这是三的。哦，所以这是四减六，所以这是负二，负二，所以这是负二，它 a 加 ab 加 bc 加 ca 这是三，啊，然后这是负二，所以算出来多少？算出来应该是负二哈，乘以那个负二减三是负五，所以答案应该等于十。